设减肥班降 BMI， 营长操控歧视胖子。下去，哼，扫戏，你。军中每个长官都希望把兵训练得雄壮威武，但这么多阿兵哥胖瘦不一，怎么办呢？飞弹指挥部蔡新营长想到一个办法，他把 BMI 超标高于30的阿兵哥集中起来。BMI 过高的人员，管制在餐厅吃饭的时候要在同一个座位。更夸张的就是，连体重计都搬到餐厅，吃饭之前要去餐厅量给大家看。哎呦，部队用餐虽不能说假崩红带多，但这么做实在有点超过了啦。我觉得根本就是歧视我们这些体重比较高的人了。营长喊冤，只是要鼓励胖兵减重。绝对不会轻视他们，所以是自愿参加，不是集体都要参加。没有，这个是经过他们自己同意的。大家也可以给他们提供一个空间，大家去参与。或许这位营长用意良好，但方法也应该要正确，这样才能训练出一流的士兵。